人生不过是短暂的一程，没有什么不可释怀。无论小到邻里纠纷，还是大到生死离别，选择放下或执着，最终的结果并无不同。放下的人收获了轻松和快乐，而执着的人只能背负着沉重的包袱，无法获得真正的快乐。要活得轻松自在，就要学会放下自己的执念。看破红尘不过是浮云，看破美丽不过是外表，看破生命不过是无常，看破爱情不过是聚散。曾经难过时哭泣，是因为无法解决问题；后来痛苦时忍耐，是因为无法改变现状；现在痛苦时微笑，是因为已经看淡了一切。谁的生活没有烦恼？只是有人选择歇斯底里，有人选择默默承受。人走茶凉，曲终人散，这是人生的常态。没有什么是不可以放下的。痛苦源自于对无能的愤怒，焦虑源自于对未来的恐慌，悲伤源自于对过去的遗憾。佛说，昨天的太阳晒不干今天的衣裳。不要纠缠于过往，也不要过多忧虑未来。时间是最好的疗愈，一切都会过去。万物不完美，人生总有遗憾。开心一点，不要纠结于过去，不要幻想未来，不要后悔如果，不要让自己活得那么累。不完美是人生的常态，求而不得是人生的常态。决定你人生的，并不是你选择了什么，而是你放弃了什么。一念执着，带来万般无奈；一念放下，获得万般自在。《论语》中说，凤兮凤兮，何得之衰？过去无法挽回，未来还可以改变。时间是治愈一切的良药，我们终将释怀。失去的冬鱼，可能在桑榆处得到补偿。保持平和的心态，不要忘记内心的安宁。得到或失去，都不如心安理得。愿意或不愿意，都不如心甘情愿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苦衷，每件事都有无奈。同为红尘中的悲伤客，不要嘲笑谁是可怜人。世界上的大事，三年后都可能成为小事。人生没有走不下去的路，也没有过不去的坎，只有放不下的情感和舍不掉的缘分。过去的种种，过了昨天已经与我无关；未来的种种，从今天起从头开始。人生路上要学会释怀，学会量力而行，顺应时势。有多少能力，做多少事情，不要做无谓的挣扎，不要自取其辱。人生苦短，何必过于在乎？得失看淡，尽心随缘，放下过往，珍惜放下，不畏将来。逆境时隐忍，顺境时约束，得意时淡然，失意时坦然。常怀虚无之念，间间红尘行，但看人间三千事，闲来轻笑两三声。无声处听雨，寂静时看山。多识草木，少识人，长守世间清净心。余生做一个内心坚定的人，不为繁华所迷，不为岁月所欺。看人间眼中有光，望岁月心中有暖。曾经有一个弟子来找我，希望我能为他解答心中的困惑。他总是沉浸在回忆中，无法忘怀他的前女友，这让他感到深深的悲伤。我告诉他，相遇的意义在于彼此照亮，否则一个人独自喝茶也能感到浪漫，一个人独自吹风也能保持清醒。
遇见的意义，在于两个人都能因为对方而成为更好的自己，为对方提供情感上的价值。当缘分降临，即使是平淡的日子也会变得闪亮，心灵的花朵会一朵朵地开放。这样的相遇，让你愿意成为一个更好的人，不想成为对方的负担，因此努力奋斗，只为证明自己配得上对方。他的出现让生命的底色变得更加深沉，为平凡的生活增添了更深层次的意义。他的出现让埋藏在日常琐碎中的你对未来充满了更多的希望。情之所至，情之所钟，用真情点缀朝阳，用思念渲染月色。它成为了你青春岁月中的第一簇火花，在宁静的岁月里，让你的心第一次感受到了莫名的震颤。每个人都会经历一些事情，让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。你清楚地知道，它的到来让你在不经意间逐渐改变，在平凡的日子里绽放出最美的花朵，带来了无尽的喜悦。这就是喜欢与爱的力量。你在修行中全力前进，在自己设定的有限空间里，最大限度地欣赏和喜欢对方。你进一步没有资格，退一步又舍不得。回顾所有的回忆，不过是些不咸不淡、不痛不痒的琐碎。然而你清楚地知道，那些看似平淡无奇的话语中，隐藏着你对他的关心。在佛家的观念中，情劫是最难的考验，也是修行路上最美的风景。宿命中的你，从不抱怨时间的早晚，因为世间的一切都是冥冥之中自有安排，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。时间的节点，缘分的早晚，都刚刚好。你知道他值得被爱，你值得被善待。生命中出现的每一个人都有其特定的使命，世间一切都有其定数，遗憾终究是命运的安排。这个世界是公平的，不是每一个你喜欢的人都会爱你，也不是每一个爱你的人都来得刚刚好。总有一些遗憾贯穿在生命中，才让爱情显得更加曲折动人，才让你如此纠结和牵挂。很多缘分来时悄无声息，去时又没有告别。缘分本身没有好坏，没有对错，只有长和短。当缘分来临时，好好珍惜；当缘分结束时，自然分离。你和他在缘分存在的时候，彼此改变和守望，彼此陪伴，这就足够了。曾经拥有总比从未相遇要好。人生就是一场又一场的相遇，一段又一段的缘分，串起了一个人的一生。他或你不过是在彼此的生命中暂时停留，缘分尽了，各自回归原本的生活。每个人都要经历感情的起伏，在这个或短或长的过程中，学会去爱别人，也学会爱自己。人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渡口和归舟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缘分和命运。有缘的人躲不开，无缘的人碰不到。缘分本来就稀薄而淡薄，相伴一程已是莫大的感激。在讲经时，我曾劝诫众弟子，不必纠结他人的恶行，这样只会折磨自己的心灵。放下别人的过错，才是解脱自己的心灵。你感到悲伤，是因为自己的情绪；你感到急躁，是因为自己的内心不宁。做事应从内心出发，保持一颗淡定的心，生活才能轻松自在。忍让一步，便是解脱自己的一生。怨恨实际上是一种愚蠢的行为，
也是一种自我折磨。如果对自己负责，就不会让内心充满愤怒和怨恨。如果总是纠结别人的恶行，让别人的错误影响自己，那么最终受到伤害的还是自己。当你学会宽恕他人，也就意味着自己获得了解脱。无论谁都无法剥夺你的快乐。仇恨往往会让人失去理智，一旦被情绪蒙蔽，就会扰乱自己的内心，做出让自己后悔的事情。既然事情已经发生，就应该坦然面对，与其怨恨不如看淡。一切都有因果，善恶终有报，不是不报，时候未到。人生的境遇都是由心所造，境由心生。你的内心如何思考，就会影响你的人生。如果你能淡忘仇恨，让自己保持平静，摆脱怨恨的束缚，才是真正的解脱。如果你的内心善良，你的生活就像天堂一样美好。如果你的内心充满恶念，那么你就在地狱中煎熬。因此，你的心境决定了你的人生模样。当你没有看到某朵花时，这朵花与你内心一样寂静。当你看到这朵花时，它的颜色就会在你的心中显现。这就意味着，这朵花不在你的心外。这个世界的存在，就是我们内心的反应。这个世界的样子，其实一直在我们的心中。所以一旦放下，就能获得自在。遇到事情时，只要心怀善念，懂得释然放下，不记恨，就不会被烦恼所困扰，心灵轻松，生活自然会有更多的快乐。一切都是由心所造，一念之差，就有不同的结果。只有淡然看待，才能自我救赎。只有忍让，才能得到安宁。人生短暂如梦，你我皆为过客，只是匆匆路过。不要让生活的重担压得自己喘不过气来，要学会清理心灵的行囊，放下无用的杂念。人生在世终有一死，执着于一念，只会困于一念。若一念放下，便能自在于心。在生命的旅途中，我们会遇到许多人，经历各种缘分的交织。有些人只是匆匆过客，有些人则陪伴我们走过一程。然而缘分是一种奇妙的东西，它来时我们无法强求，去时我们也无法挽留。缘分本就不可强求，相伴一程已是莫大的幸运。没有什么是一成不变的，人生要向前看，不要回头。缘分就像看不见的红线，将我们与一些人紧密相连。有时我们会遇到陌生人，却感到熟悉，似乎有特殊的默契。有时在人生的低谷，我们会遇到关怀的朋友，他们用温暖的手掌拂去我们的泪水，给予我们勇气和力量。有时在人生的转折点，我们会遇到真挚的爱人，他们陪伴我们走过生命的每一个阶段。然而缘分并非永恒，有些缘分只是短暂的交汇，像流星划过夜空，美丽而短暂。有些缘分则是长久的陪伴，像白头偕老的情侣，情意绵绵。每一段缘分都有其独特的价值和意义，都在我们生命中留下了珍贵的回忆和感慨。我们不能因缘分的消失而留恋不舍。就像我曾说的，相伴一程已是万分感激。有时我们只能感慨缘分的不易，珍惜曾经的相遇和陪伴。无论是喜悦还是伤感，这些经历都是我们成长的一部分，让我们变得更加坚强和睿智。
当缘分的尽头来临时，我们需要学会放手和释怀，相伴一程已经足够，不必执着于过去的事情。每一段缘分都有其实现，来时带给我们欢乐和启示，离去时让我们经历失落和伤感。生命的征途是向前的，我们不能停留在过去的回忆中，而是要迎接新的挑战和机遇，这是人生的真谛。每一段经历都是我们成长的机会，每一次选择都在决定我们的命运。我们要坚信，每一段缘分都有其存在的价值，它们都是我们成长的助力，都是我们生命中的财富。在缘分的交织中，我们要学会感恩，感恩那些曾经陪伴我们的人，感恩那些曾经教会我们的人，感恩那些曾经离开的人。每一个人都在我们生命中留下了足迹，他们都是我们生命中的一部分。在感恩的心态下，我们会更加平和和从容地面对人生的风风雨雨，我们会更加珍惜眼前的一切，用心感受生命的美好和多彩。让我们在生命的旅途中学会珍惜每一段缘分，无论是喜是悲，每一段缘分都是我们生命中的宝贵财富。感谢那些相伴一程的人，感谢那些离去的人，感谢生命中的每一个瞬间。用坚定的步伐和感恩的心态，我们一定能够走得更远，看到更广阔的天地。劳动是生活中最常见的一种生活打理方式，以一颗平常心，一颗安静淡然之心，去做生活中的每一件琐事，这种劳动就变成了一种修行，能让你安心，给你智慧。习是练习，劳是劳动。现在来讲讲习劳的事情。各位请看看自己的身体，上有两手，下有两条腿，这是为劳动而生的。如果不将它们运用习劳，不仅有负两手两腿，就是对于身体也一定有害无益的。换句话说，如果常常劳动，身体必定健康。而且我们要知道，劳动原是人类本分上的事，不为我们寻常出家人要练习劳动，即使到了佛的地位，也要常常劳动才行。现在我就来讲讲佛的劳动的故事。所谓佛，就是释迦牟尼佛。在平常人想起来，佛在世时，总以为同现在的方丈和尚一样，有衣钵师、侍者师常常侍候着，佛自己不必做什么。但是不然，有一天，佛看到地下不很清洁，自己就拿起扫帚来扫地。许多大弟子见了也过来帮扫，不一时，把地扫得十分清洁。佛看了欢喜，随即到讲堂里去说法，说道：若人扫地，能得五种功德。又有一个时候，佛和阿难外出游行，在路上碰到一个喝醉了酒的弟子，已醉得不省人事了。佛就命阿难抬脚，自己抬头，一直抬到井边用桶吸水，叫阿难把他洗涤干净。有一天，佛看到门前木头做的横眉坏了，自己动手去修补。有一次，一个弟子生了病，没有人照应，佛就问他：你生了病，为什么没人照应你？那弟子说：从前人家有病，我不曾发心去照应人家，现在我有病，所以人家也不来照应我了。佛听了这话就说：人家不来照应你，就由我来照应你吧。就将那病弟子大小便种种污秽洗涤得干干净净，并且还将他的床铺理得整整齐齐，然后扶他上床。由此可见，佛是怎样的习劳了。佛绝不像现在的人，
凡事都要人家服劳，自己坐着享福。这些事实出于经律，并不是凭空说说的。现在我再说两桩事情给大家听听。弥陀经中载着的一位大弟子阿娄陀，他双目失明，不能料理自己，佛就替他裁衣服，还叫别的弟子一道帮着做。有一次，佛看到一位老年比丘眼睛花了，要穿针缝衣，无奈眼睛看不清楚，嘴里叫着，谁能替我穿针呀？佛听了立刻答应说，我来替你穿。以上所举的例，都足证明佛是常常劳动的。我盼望各位也应当以佛为模范，凡事自己动手去做，不可依赖别人。凡事依赖别人，就会养成懒惰而唯我独尊的坏毛病。从劳动中培养心性，滋养智慧，你才能在真实的生活中活得更踏实。曾经有一位上香客来找我开解他的烦恼，他非常喜欢一个人独处，不想与他人建立过于亲密的关系，但他的朋友总是劝告他应该与他人相处和交流。我告诉他，独处是为了不陪他人演戏，不争是为了放过自己的内心，远离是对伤害最大的鄙视。人与人之间最好的关系是没有关系，不远不近的关系适合所有情感，因为与任何人走得太近，都可能是一场灾难。在这个喧嚣的世界里，我们常常被要求要忙碌，要紧张，似乎只有拼命努力才能取得成功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我们是否忽略了独处的价值？独自待上一段时间，可以让我们远离外界的干扰，聆听内心的声音，重新认识自己。只有独处，我们才能真正做到不为别人而活，不被他人的评判左右，只为自己的内心而活。不争则是一种智慧的选择，争执往往带来的是纷争和疲惫，不仅消耗了我们的精力，也伤害了我们的心灵。与其与他人争斗不休，不如放过自己的内心，让自己的心灵得到安宁。不争不代表软弱，恰恰相反，它需要我们拥有足够的智慧去辨别何时该放手，何时该安抚内心，何时该追求更高的目标。远离是对伤害最大的鄙视。我们常常被人和事所伤害，随之而来的是对他人的怨恨和自己内心的愤慨。然而远离也是一种解脱，是对伤害最有力的反击。当我们远离那些给予我们伤害的人或环境时，我们就给了自己重新开始的机会，让自己的心灵得到治愈和净化。人与人之间最好的关系是没有关系，这句话或许有些让人感到矛盾和难以理解，但仔细思考便能领悟其深意。对于人际关系，适度的距离是必不可少的。如果与任何人走得太近，我们很容易陷入争吵和冲突之中，而保持适度的距离，则可以使我们与他人保持良好的平衡。不远不近的关系像一条纽带，让我们与周围的人保持良好的互动，但又不至于太过依赖或过于牵绊。在这个社会中，我们需要学会独处，远离那些伤害我们的人和事，同时又要保持与他人的适度距离。只有这样，我们才能在纷乱的世界中寻找到心灵的宁静和平衡。在这个喧嚣的城市里，我们常常为了生活而忙碌，为了追求而奔波，却忘记了自己内心最真实的声音。独处是给内心一个喘息的空间，让我们远离纷扰，
感受自己最真实的想法和情感。只有独处，我们才能找回自我，找到内心的平静与自在。不争是对自己的一种宽容。生活中，我们往往会遇到很多挫折和困难，与他人的竞争和争斗也时常发生。然而，我们是否意识到，有些事情并不值得我们去争取和追求？放下执着，不争不抢，放过自己的内心，让生活变得更加轻松和自在。远离则是对伤害最大的鄙视。我们常常被他人的言语和行为伤害，心中充满了怨恨和愤慨。然而，恰恰是这种怨恨和愤慨，让我们越陷越深。远离那些给予伤害的人和环境，让自己摆脱苦恼，让自己心灵得到解脱和安抚。人与人之间最好的关系是没有关系。这或许听起来有些讽刺，但仔细思考却不难理解。与任何人走得太近，往往容易陷入争斗和纷争。保持适度的距离，让我们与他人能够保持良好的互动，又不至于过于依赖或过于牵绊。所以，学会独处，学会不争，学会远离，学会适度的关系，才能让我们的情感得到疏解和舒展。在喧嚣的世界中，寻找内心的宁静和自在，并与他人保持良好的关系，才能让我们的心灵得到真正的满足和和谐。让我们从现在开始，用心去感受生活，用心去与人交往，以更加平和和宽容的心态面对这个世界，让自己的心灵得到最大的满足和舒展。在世间生活，有些人致力于证明自己，而有些人则志在改变世界。人们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而不懈奋斗。当您置身于名利的竞技场，面对重与轻的抉择和金钱的诱惑时，请务必做出明智的选择，以获得内心的平静。当人生即将走到尽头，回首往事，如果您能对自己所做出的每一个决定都感到无愧于心，那将是人生中难得的完满。我曾对世间的金钱、名利和浮华生活有着这样评价：自古以来，世人为了名利不择手段，不畏因果，犯下诸多罪行，这些是那些迷惑颠倒之人所追求的，而真正觉悟的人则不会。即使得到了，也不要沉溺其中，以免招致祸害，而是应该成全功德，让利于众人共享。这个道理仔细思考后并不难懂。人在世间，一切享受只需足够即可。衣物能蔽体，食物能满足需求，住所能遮风挡雨就足够了，无需豪华别墅。我在美国见过一些大房子，内部设施奢华，我在里面坐坐，喝喝茶，享受一下，但主人却为了收拾房子而劳心劳力，承受巨大压力，这一切又是为了什么呢？聪明人不应做糊涂事。我对世俗生活的评价，目的在教导人们追求生活的简朴和心灵的圆满。我通过这个故事来启示世人。很久以前，悉达多太子走到一棵菩提树下，面朝东方，盘腿坐在用吉祥草编织的菩萨座上，并发誓，如果不能成就佛道，我将永不离开此座。经过48天的深入禅修，太子终于获得了伟大的神通。就在那一刻，菩萨座散发出的光芒锐气遮蔽了魔宫，惊动了魔王波旬。波旬得知悉达多太子已经修成菩萨道，愤怒至极，
立刻派遣魔兵魔将前去干扰太子的修行。魔王首先派遣了三位妖艳的魔女，试图用美貌诱惑太子。魔女们施展各种媚态，甜言蜜语，劝说太子回宫继承王位，享受荣华富贵，不要在这里苦修。但太子始终不为所动。为了教训这三个骚扰他的魔女，悉达多运用神力将他们变成了满脸皱纹丑陋的老太婆。三位魔女用尽所有魔力仍无法恢复原貌，于是跪在悉达多太子面前流泪忏悔，恳求太子慈悲救度，恢复他们的美貌。得知美人计失败后，魔王怒火中烧，亲自率领众多魔兵魔将前来向太子兴师问罪。太子平静地对波旬魔王说，我过去广修功德，供养无量诸佛圣贤，福德智慧不可思议，并不是波旬你的魔力所能摧毁的。话音刚落，只听到轰然巨响，魔王应声倒地，其他魔兵魔将见此情景纷纷下跪，虔诚地向太子求哀忏悔，希望太子能怜悯他们的愚痴无知。太子以慈悲为怀，宽恕了他们。最终太子经过精心的修行，克服了各种考验，修成了正果。世人需在纷繁复杂的生活中坚守信念，增强自制力，不被欲望轻易左右。只有坚守道德底线，维护原则，才能提升个人品德，使人格更加崇高，从而赢得他人的尊敬和敬意。智慧之人面对问题时，会先保持冷静，进行总结和反思；而愚昧之人遇到问题，首先会被情绪所左右，进而发泄情绪。有时，问题实际上就出在自己身上。因此，人们在面对问题时，应以理性的态度去看待，先从自我反思开始。这不仅有助于问题的解决，也有利于个人的成长。我在讲法时曾用过这样一个比喻：当你照镜子看到鼻子上有一个墨点，觉得非常讨厌，但擦拭镜子是没有用的。外在世界就像一面镜子，境界是外缘，引发了心中的喜好和是非观念。如果能够回光返照，内省自心，就能达到觉悟。修行之人明了，是非好恶乃内心的分别，外界本无是非好恶，一切法平等，一切法如一，无有高下之别，是我们的错觉，才产生了善恶是非之分。有时我们无法开悟，并非外界环境所致，而是因为没有认清自己。释迦牟尼为了让弟子们开悟并自省，曾用马玉人来进行开示。一天，释迦牟尼在精舍中静坐，弟子们化缘归来，他们神态安详，精神焕发。弟子们在水池边洗净身上的尘土后，回到精舍等待佛陀的开示。佛陀安坐金刚座上，等所有弟子都回来后，温和地说，世上有四种马。第一种马在主人给他配上马鞍，套上辔头后，能日行千里，并能从主人扬起的马鞭影中猜出主人的意图，自行调整速度和方向。这种马洞察力极强，被视为一等良马。第二种马虽不能从马鞭影中猜出主人的意图，但能在马鞭触到马尾时理解，然后迅速奔跑。反应虽然不如第一种马敏捷，但也很灵活健壮，算得上是好马。第三种马无论主人如何鞭打，都不能理解主人的意图，反应迟钝，
直到主人失去耐心，开始使用暴力，他才明白主人的意思，然后顺从地奔跑。这种马是后知后觉的庸马。第四种马比前一种反应更迟钝，甚至有些愚钝，直到主人愤怒至极，他才如梦初醒，全力奔跑。这是愚昧无知的奴马。讲到这里，佛陀停顿了一下，然后微笑着看着精舍里的弟子们，发现他们都在专注地聆听，于是继续说，这四种马实际上代表了四种人。第一种人听到世间无常、生命有生有死的道理，便能立刻警醒，奋发向前，努力创造新的生命。这就像一等两马，看到鞭影就知道向前奔跑，不会等到死亡的鞭子抽打在身上才后悔。第二种人看到世间的变化，生命的起伏，能够及时醒悟，并时刻自我鞭策，不敢懈怠。这就像二等好马，鞭子刚触到皮毛，就知道全力奔跑。第三种人比前两种人迟钝，当他们看到身边的人经历死亡的痛苦，生命的消逝，才开始感到恐惧，开始珍惜生命。这就像三等庸马，非要受到鞭打的痛苦，才能有所觉悟。第四种人最愚钝，只有当自己被病魔缠身，生命即将结束时，才后悔没有及时努力，白白在世上走了一遭。这就像四等奴马，只有受到剧烈的痛苦，才知道奔跑，但那时一切都为时已晚。听了佛陀的开示，弟子们已经开悟，于是闭上眼睛，冥想自省，认清事情的根本原因是人的境界的一种开悟。心若开悟，其意便随行随动，其行也将随之而变。鸿鹄之志也需要配合翱翔的能力和智慧，才能得以实现。绝对的平淡与清静，才是人生原本的面貌。我时常提醒那些上香客，培养心灵，需要忍耐，需要坚韧，需要面对恐惧，才能达到纯粹的境界。减少欲望，心灵才能平静；保持主见，心灵才能空虚。心灵不被外界事物所动摇，称为静。不被外界事物所充实，称为虚。应该保持沉默，应该保持从容，应该保持谨慎，应该保持节俭。静守这颗心，心灵才能安定，收敛并抑制自己的情绪，情绪才能平静。心气平和源于人的内心，但修身与修心同样重要。有一位叫元池的学徒，在无德禅师的指导下学习了多年，学习非常努力，但对禅法的理解始终未能深入。在晚上的禅修时段，元池向无德禅师请教，大师，我入佛门多年，但对许多事情仍然迷茫，接受信众的供养却未能领悟佛法，请大师以慈悲之心告诉我，除了日常修行和日常事务外，还有什么是必修的课程？无德禅师回答，你应守护好你的两只鹰、两只鹿、两只鹫，并约束住你口中的一条虫，还要时刻与一只熊做斗争。除此之外，还要照顾好一个病人。如果你能妥善履行这些职责，相信对你的修行大有裨益。元池疑惑地说，大师，我前来学习，并未携带任何鹰、鹿、鹫等动物，如何能去照顾他们？再者，我更想了解的是与修行相关的知识，这些动物与修行有何关联？无德禅师微笑着解释，
我所说的两只鹰，是你的眼睛，守护它们意味着不看非礼之事；两只鹿是你的双脚，控制它们意味着不踏非礼之地；两只臼是你的双手，让它们承担责任，不做出非礼之举；一条虫是你的舌头，约束它意味着不说非礼之言；那只熊是你的心，克制它的自私，不生非礼之念；而病人是你的身体，希望你能让他远离罪恶。听了无德禅师的教诲后，原池默默点头，似乎有所领悟。修身与修心同样重要，人只有不断认识自己，不断反思自己，克制自己的弱点，不断修正自己的行为，让自己不断完善，才能让内心不断进化和升华，才能获得社会的认可和尊重。人若不能忍受烦苦，就会自食其果。有一位游云禅师，在废弃的寺庙中找到了栖息之所。不久后，他收了一些门徒，他每天让徒弟打扫寺院，管理菜园，而自己则像模像样的打坐，背诵一些书上的佛理，然后对徒弟们进行讲解。每天中午，他都会回到自己的禅房午睡。徒弟们看到后便问道：大师，您为什么每天中午都要午睡呢？大师回答：孔子每天中午都要休息一会，在梦中向周公请教，醒来后用先贤的话教育弟子，我每天午睡也是去见先贤。徒弟们听后便不再追问。有一天中午，徒弟们在禅房打坐时实在困倦，便睡了过去。恰好大师进来了，便叫醒他们，训斥道：你们怎么能在打坐时睡觉呢？难道你们不知道打坐时应心如止水吗？徒弟们回答：我们去见古圣先贤了，就像孔子去见他们一样。大师一听愣住了，心想：这不是我每天对弟子们说的话吗？如果自己都不能自圆其说，岂不是否定自己？想到这里，他灵机一动问道：那么古圣先贤给你们做了什么训示呢？说给我听听。徒弟们回答：我们见到了先贤并问，我们的师父每天都来向你们请教，你们都讲了些什么？能不能也告诉我们一些呢？但令人奇怪的是，他们竟然说从未见过你。大师一听愣在那里，脸色忽红忽白，非常尴尬。为人处事应当保持诚实，因为谎言只会让人陷入更深层的困境，让人无法自救，同时也会失去他人的信任，进而失去人心。应当从佛陀的教训中汲取智慧，不要做出自毁长城的行为。渴望是人的本能，但每个人对欲望的把控程度各不相同，许多失败早在贪念萌芽时就已注定。摒弃贪念是为了让内心更为纯净，内心越纯净，目标就越清晰。你渴望的真正价值，无论是精神层面的还是物质层面的，都将出现在你面前。我在讲解佛法时提到贪婪的问题，引用经文中的话来警示弟子远离贪婪和嫉妒的人，能清除心中的贪欲云雾，就像夜空中明亮的月亮，周围是繁星点缀。佛家擅长通过故事来传达佛法。对于贪婪，让我们一起来探讨贪婪的后果。有个年轻人很有才华，但在学业上却一直没有进步。他向一位禅师求助，希望能得到指引。禅师听了他诉说后微笑着说：你路上辛苦了，我安排人为你准备斋饭吧。
于是桌上摆满了各种不同花样的斋饭，年轻人用筷子品尝每道菜的味道，吃得很饱，甚至有些腹胀。用餐后，禅师问他，你都吃出了什么味道？年轻人摸着肚子，显得有些难受，说，百种滋味都有，我已经无法分辨，只觉得肚子撑胀。禅师笑了笑又问，那你现在是否舒服呢？是否满足了呢？年轻人回答，现在我很难受。禅师微笑着不再说话。第二天一早，禅师带着年轻人一起登山。当他们爬到半山腰时，年轻人发现有很多稀奇的小石头，于是他一边走一边把自己喜欢的石头放入口袋中。很快，他的口袋就被装得满满的，他已经背不动了，但还是舍不得丢掉。这时，禅师看到他气喘吁吁的样子，生气地说，该放下了，你背这么重的东西，怎么能登到山顶呢？年轻人望着那未曾到过的山顶，顿时感到彻悟，立即抛下袋子，迈着轻盈的步伐继续前进。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人生在世，不能贪恋任何事物，要学会放弃。只有学会放弃，生活才会更加轻松，才能向更高的人生顶峰冲刺。事实上，所有众生的主要烦恼是贪婪、愤怒和嫉妒。佛陀在所有经论中，经常劝告我们去除贪、嗔、痴这三毒烦恼，这是修行的基础。心中若存有三毒，就会遭遇外界的毒害。如果心中无三毒，即使喝下毒药也会像饮甘露一样，因为心中无毒，毒药无法发挥作用。如果被毒虫咬伤，应该生起惭愧之心。民国初年，印光大师的居室中有臭虫、跳蚤、蚊虫等，他都不驱除。他的小侍者想要为大师清理，但大师不允许，并说，我的德行不够，留着他们可以让我改过自新。大师70岁以后，他所住的房间中再也没有臭虫或跳蚤。大师是为了给我们树立榜样，他可以做到，每个人都可以做到。夜晚没有浮云，可以看到星星和月亮清清楚楚，这可以用来比喻，如果人们远离贪婪和嫉妒，那么他们的内心就会变得清净，能够清晰地看待事物。世事变幻莫测，人生充满未知，有时我们身处黑暗，感觉前方一片迷茫，然而突然间光明便会照亮我们的道路。又有时我们春风得意，满怀信心地前行，却突然发现前方是无尽的深渊。在人生的起伏中，唯有保持平和的心态，我们的道路才会畅通无阻。有善友曾向我请教如何度过人生中最艰难的时刻，如何走出困境。我告诉他说，人心自通达，我们应该将身心世界全部放下，超越世俗的束缚，以更广阔的视野去看待人生和宇宙。我们往往过于关注自己的利益和欲望，而忽略了更广阔的世界。只有当我们敞开心扉，超越自我，我们才能够真正理解人生的意义和价值。在中国历史上，佛教曾一度面临严峻考验，唐朝武宗时期对佛教进行了严厉打击。岩头禅师为了应对可能发生的危机，秘密缝制了一套平民服装。当政府强制僧侣还俗，许多著名僧侣被捕入狱时，岩头禅师穿上了这套衣服，戴上帽子，
悄悄地藏身于一位在家修行的尼姑的佛堂中。当时尼姑正在斋堂用餐，岩头禅师毫不客气地走入厨房，拿起碗筷开始进食。一名小尼姑发现了他，急忙告知尼姑，尼姑拿着木棍前来驱赶，但发现是岩头禅师时，惊讶地说：“原来是岩头禅师，你怎么会变成这样？”岩头禅师镇定自若地回答：“外表可以改变，本性却是不变的。”后来大雁禅师遇见了岩头禅师，那时他正在门口拔草，大雁禅师带着斗笠走到岩头禅师面前，轻轻敲打斗笠询问：“禅师还记得我吗？”岩头禅师抓起一把草朝大雁禅师扔去，有些不耐烦地说：“世事无常，我怎么可能记得起？”大雁禅师坚持道：“虽然世事无常，但法性是永恒不变的，你怎么能装作不认识呢？”岩头禅师听后感到不悦，站起来打了大雁禅师三拳。当大雁禅师整理好衣物准备进入僧堂时，岩头禅师缓缓地说：“我们已经打过招呼了，你无需再进僧堂了。”大雁禅师听后立即转身离开。第二天清晨，大雁禅师再次来到僧堂，刚一进门，岩头禅师就从座位上跳下，紧紧抓住大雁禅师的衣襟说：“告诉我，哪里才是不变的？”大雁禅师也紧抓岩头禅师回应：“外表可以改变，本性却是永恒的。”说完，两人相视而笑。当我们遇到困难时，我们应该学会保持内心的平静和豁达，只有这样，我们才能够清晰地思考问题，找到解决的方法。同时，我们也要学会珍惜身边的人和事，感恩生命中的每一个瞬间，因为生命是短暂的，我们不应该将时间浪费在无谓的忧虑和抱怨上。相反，我们应该积极面对生活，用自己的努力和热情去创造美好的未来。人生充满了挑战和变数，但是只要我们保持平和的心态，坚守自己的信念和理想，我们就一定能够战胜一切困难，实现自己的梦想。当内心被触动，前行的方向也随之改变。在人生的道路上，有无数的选择，每个人都走着自己的路，尽管结局只有一个，但每个人通往这个结局的旅程却各不相同。这段旅程的多样性，正是由每个人的内心所塑造的。真正的智慧和知识是难以遇到的，即使遇到了，你也不一定会立刻喜欢他们，因为他们往往显得与你的认知和习惯格格不入。他们可能像苦口良药，但大多数人却不愿意接受。相反，那些导致人们犯错的恶缘却随处可见，且往往让人乐于与之相处。直到后来，当人们意识到自己已经陷入了困境，往往为时已晚。在遇到人和事时，我们应该首先分辨善恶，然后再决定如何行动。藕益大师曾经说过，善良的朋友很难遇到，而恶劣的缘分却总是很多。如果没有坚定的意志和深刻的自我反省，我们如何能够摆脱这些困境呢？我对藕益大师的这几句话深感赞同。在讲经说法时，我常常引用这句话来启发听众：善有罕逢，恶缘偏盛。这八个字深刻地揭示了世间的真相。真正的智慧和知识是难以遇到的，即便遇到了，你也不一定会立刻喜欢他们，因为他们往往显得与你的认知和习惯格格不入。
他们可能像苦口良药，但大多数人却不愿意接受。相反，那些导致人们犯错的恶缘却随处可见，且往往让人乐于与之相处。直到后来，当人们意识到自己已经陷入了困境，往往为时已晚。真正的智慧和知识必然伴随着谦虚。在过去，闭关修行是为了培养道德和修养。当道德修养已经达到一定境界时，闭关清修，等待时机成熟再出来弘扬佛法，利益众生。然而，现在的情况不同了。有些人尚未出家就开始闭关，这已经失去了闭关的本质意义。在当今这个时代，选择以佛陀的教义为师，以佛经为友，是绝不会错的。我们应该培养坚定的意志和决心，以成就自己的道业。同时，我们要坚守自己的原则，绝不随波逐流，与世俗的污浊同流合污。世间的人形形色色，各有各的伪装，想要找到一个内心充满正气、有品味的知己，实非易事。有时候，我们反而更容易被别人看透。而要想不被他人看透，并不是简单的隐藏自己的心思就可以做到的。真正有效的方法是让自己达到一种境界，内心纯净无痕，让人无法寻找到任何破绽。三藏禅师一直自负地宣称自己拥有广大的神通。有一天，他找到了备受尊敬的慧中禅师，希望得到慧中禅师的印证。慧中禅师看了三藏一眼，问道：我听说您能够洞察人的内心，这是真的吗？三藏禅师恭敬地笑了笑，回答说：弟子才能有限。慧中禅师在心中升起了一个念头，然后问三藏：那您告诉我，我现在在想什么？三藏禅师微微一笑，回答说：如同高山仰止，小河流水。慧中禅师微笑着默许了，然后又升起了一个新的念头，继续问道：那您再告诉我，现在我在想什么？三藏禅师得意地笑了笑说：禅师怎么会想到和山中的猴子玩耍呢？慧中禅师再次微微一笑，慢慢进入了禅定的状态。他缓缓地说：那您现在告诉我，我在想什么？三藏禅师使尽了浑身解数，却依然无法洞察慧中禅师的心思。慧中禅师再次微笑着说：您知道为什么您找不到我的心迹吗？三藏禅师茫然地摇了摇头。慧中禅师说：那是因为我刚才根本就没有心迹，所以您自然无法找到。人生就是这样，只要你的内心有所牵挂，无论你隐藏得多深，最终都可能会被他人察觉。如果不想让自己的心思被人看穿，就要努力达到一种境界，即内心无牵无挂，不被外物所动摇。情感过于强烈容易导致冲动，而过于理性则可能显得冷漠，缺乏人情味。保持七分理性，三分情感，是恰到好处的平衡。曾有佛家法师说过：勿贪世间文字诗词而爱正法，勿逐千贪嫉妒我慢彼负习气而自毁伤。这是提醒我们，不要因为迷恋世间的文字和诗词而忽视了真正的佛法，也不要被贪婪嫉妒自大和卑劣的习惯所困扰，从而损害自己的修行。在我出家之前，我也对文字和诗词有着浓厚的兴趣，然而自从皈依佛门后，我对这些事物有了不同的理解。喜爱世间的文字诗词，
往往是读书人的通病，它可能会妨碍我们的清净心，激发过多的情感，从而障碍我们的修行之路。道是如如不动的境界，在八关斋戒中，唱歌、跳舞、看戏等活动因有爱道心而被禁止，诗词歌赋也是同理。虽然文字诗词对于出家人来说可能有所妨碍，但对于俗家大众而言，只要学会控制情绪，理性地看待问题，人生就能不断向前发展。一个只有一只手的乞丐沿街乞讨，来到了一座寺院前。当他向方丈乞讨时，方丈指着门前的一堆破砖对乞丐说：你帮我把这堆砖搬到后院去吧。乞丐感到尴尬和生气，说自己只有一只手无法搬运。方丈则用一只手搬起一块砖送到后院，然后说：一只手足够了，我能做的你为什么不能？乞丐被说服，开始用一只手搬砖，两小时后完成了任务。方丈给了他一些银子，乞丐感激地离开。后来另一个双手健全的乞丐来到寺院，方丈同样让他搬砖，但这个乞丐拒绝了。弟子不解地问方丈，为何要乞丐搬砖？方丈解释说，砖放在哪里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乞丐是否愿意动手去做。多年后，那个一只手的乞丐回来，他已经取得了成功，而另一个乞丐依旧贫困。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愿意努力和动手去做，生活就会有所不同。每一种创伤都有可能让我们感到沮丧和消沉，但也有可能让我们变得更加成熟和坚强。关键在于我们如何去面对它们。无论现实多么残酷，生活多么困难，我们都要积极地去应对，依靠自己的双手和智慧去创造美好的未来。那些总是等待别人施舍而不愿意自己动手的人，永远无法找到自己生活的价值，更不用说实现自己的理想了。在努力付出的过程中，控制好自己的情绪，清醒而理智地看待问题，是至关重要的。只有这样，我们的人生才能不断进步，攀向新的高度。心态决定人的行为。如果一个人想要拥有超然的定力，就必须培养超然的心态。良好的心态本身就是一种定力，它源自内心的超然与宁静。在回答善友们如何看待妄想这一情绪时，我引用了莲池大师的一句话：畏寒食欲下，苦热腹思冬，妄想能消灭，安身处处同。草食胜空腹，茅堂过路居，人生解知足，烦恼一时除。这句话反映了世人的心态，在天冷时渴望夏天，而在天热时又怀念冬天，总感觉没有舒适的时候。如果能够去除妄想，心就会安定，心安则烦恼消失，无烦恼的人生才是充实而有意义的。佛家修行，修的就是这份内心的平和与宁静。大智禅师在外参学20年归来后，向佛光禅师述说了自己在外参学的经历。他最后关切地问，师父20年过去了，您一个人还好吗？佛光禅师回答，很好，我每天忙着讲学、说法、著作、抄经，生活得很惬意，也很快乐。大智禅师关心地说，师父您也别太操劳了，应该注意休息。佛光禅师对大智禅师说，你早点休息吧，有话我们以后慢慢说。第二天清晨，大智禅师在睡梦中
隐约听到禅房里传出师父诵经的木鱼声。佛光禅师接待了前来礼佛的信徒，为他们讲解佛法。晚上他开始准备教育僧众的教材。大智禅师难得看到佛光禅师有空闲时间，急忙跑过去问，师父，这20年来您每天都忙忙碌碌的，可怎么一点也不显老啊？佛光禅师笑着说，我忙得没有时间去考虑自己的年龄。人活的就是个心态，有的人年纪轻轻，但心力衰退，心早已经老了；有的人虽然年事已高，但心力旺盛，精神饱满，老当益壮。心老人必老，心同人必年轻，所以要以年轻快乐的心态对待生活、工作，以及周围的一切，好好的生活，争取多做一些有意义、有价值的事。水绕山而行，遇海而入，遇到分水岭时，它会自然地分流开来，当遇到汇合口时，又会汇聚在一起。它的不固执和筋骨的柔顺，使得它能够川流不息，永远充满生机和活力。在讲解随缘而变的生活哲学时，我非常赞同佛眼禅师对随缘的解释。他说，抱缘虚幻，不可强为，浮世几何，随家风俭，苦乐逆顺，道在其中，动静寒温，自愧自悔。我向大众解释道，这里的抱指的是我们的身体缘，则是指这一生我们所遭遇的环境，我们这一生的境遇，其实都是虚幻不实的。觉悟的人，他们的生活随缘而自在；不觉悟的人则执着于自己的心意，为所欲为，这就是造业。这个虚幻的世间是无常的，人的生命也是短暂的。祖师们告诫我们，要随家庭的风俭来安分度日，无论苦乐顺逆，都是三世因果的体现。觉悟之人心中对此非常清楚，在日常生活中保持内心的清净和不动摇，是佛弟子大迦叶尊者修苦行的表现。他心地清净，智慧圆满。善财童子虽然生于富贵家庭，但他的内心同样如如不动，不被外界环境所影响，这就是所谓的道在其中。道就是觉悟的心。在生活中，面对环境和变化，如果不能保持觉悟，就应该忏悔并努力悔过。一切随时随性随悲喜，才是心性通达的最高境界。寺院的地面上长满了枯黄的小草，小和尚觉得很难看，建议重新种草。师父回答道，不及随时，终于到了播种的季节。老和尚和小和尚开始忙碌着种草，突然小和尚惊恐地发现很多种子被风吹走了，而老和尚却笑着说，没关系，吹走的大部分都是空的，就算是撒在泥土中也不会发芽，这就是随性。接着几只小鸟飞过来啄食草粒，小和尚急得直跺脚，而老和尚依然笑呵呵地说，没关系的，草粒多着呢，吃不完的。这就是随遇。半夜时分，一场暴雨倾泻而下。第二天一早，小和尚惊叫道，师父，这下全完了，草籽基本上都被大雨冲走了。老和尚走过来缓缓地说道，冲到哪儿就在哪发芽，这就是随缘。一个星期之后，原本光秃秃的地面上长出了许多青翠的草苗，甚至一些原来没播种的角落也泛出了点点绿意。小和尚高兴地拍手欢呼，师父看到后说，随喜，
在人际交往和生活中，我们不应刻意去强求或改变他人他物。正所谓遇事强求徒伤感情，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应该消极的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，而是要顺应自然，保持一种平和的心态，不抱怨，不急躁，不强求，不悲观，不慌乱，不忘形，这是一种大觉悟。只有当我们的心性旷达，才能以柔克刚，以智胜勇，从而使人生之路更加顺畅圆满。我们应当专注于当下，因为只有此刻最为真实。我们仅能存在于现在，并非为了来世的重生而修炼，而是为了此刻的宁静、慈悲与喜悦。生命充满变数，尽管人生看似漫长，实则转瞬即逝。面对生命的短暂，我们无暇参与争斗，无暇算计得失，唯一重要的是是否真正活出了生命的意义。我曾深入探索生命的奥秘，在讲授佛经时，我引用了这些话来阐释生命的真谛，使其清晰而纯净。人生究竟有多长？就像电光一闪，转瞬即逝。趁我们还年轻健康，抛开杂念，摆脱世俗的纷扰，珍惜每一刻的光阴，念佛名号，修习清净之行，无论生命何时结束，我都已准备好迎接，未来之路已稳固。如果不这样做，后悔将难以挽回。生命如此短暂，我们在生命中的每一个选择都至关重要。有一天，佛陀在弟子们起时归来后询问他们：弟子们，你们日复一日忙碌地托钵乞食，究竟是为了什么？弟子们双手合十，恭敬地回答：佛陀，我们是为了滋养身体，以便维持色身，追求生命的清净与解脱。佛陀用清澈的目光环视了弟子们后，再次提问：你们来说说，肉体的生命究竟可以持续多久？一位弟子自信地回答：佛陀，众生的生命平均有几十年。佛陀摇头道：你并未真正理解生命的真相。另一位弟子肃穆地说：人类的生命与花草相似，春天生长，冬天凋零，最终归于尘土。佛陀微笑着说：你观察到了生命如同花草般短暂，但对于佛法的理解还只是停留在表面。佛陀，我认为生命就像浮游生物，清晨诞生，夜晚消逝，最多不过一天的光景。一位弟子带着深深的悲哀说道：你虽然能细致地观察到生命朝生暮死的现象，但对佛法的领悟还不够深刻。在佛陀不断的否定和启发下，弟子们的灵性被唤醒了。一位弟子说道：佛陀，我们的生命与朝露并无二致，虽然美丽，但一经阳光照射，转瞬之间便会消逝。佛陀微笑着沉默不语，弟子们开始私下交谈。这时一位弟子站起来说：佛陀，依我看，生命仅存在于呼吸之间。佛陀听后满意地点头：人生的长度确实就是一呼一吸，只有这样的认识才是真正领悟了生命的真谛。弟子们切不可懈怠放任，我们不应将事物看得过于复杂，真理往往简单而朴素。我们应以平和的心态面对生活，珍惜生命的每一分钟每一刻，勇往直前，精进不懈，珍视自己的生命，活出生命的真正意义。有时候人的意志过于脆弱，在某种诱惑下，
人们容易产生各种各样的幻想，这些幻想使他们失去了求真务实的本性，片面地追求利益和虚荣。当突然醒悟时，发现一切原来只是个破碎的梦。与其如此，倒不如坚定意志，从一开始就不给自己幻想的机会，与真实相伴而行，心里总是踏实很多。我劝诫那些追逐利益的世人，何不趁早放下那些虚幻的梦想和尘世的纷扰，勤修戒定慧。因为在这个世间，一生中能够觉悟是极为难得的，觉悟越早越好，功力才能扎实。自己如果没有真实的功夫，很难真正体会到开示的深意。古时候，修行人中有在二三十岁时就大彻大悟的，这是因为觉悟的早，能够及早放下。如果我们闻法太晚，放下就会更晚，那时恐怕就很难有所成就了。身心世界都是幻梦尘劳，只有把一切虚幻不实的东西都放下，在戒定慧上下一番功夫，时时刻刻精勤不懈，才有办法真正达到开悟。人只有把虚幻的东西放在心外，才不会计较形式上的轻重大小，也只有这样，人们才能拥有真实的自己。唐朝宣宗皇帝李忱在未即位之前，为了避难而隐居在佛寺中，担任那里言官禅师的书记。他非常欣赏佛教中不立文字、不着形象、不假外求的思想。当时他隐居的寺庙住持是黄檗禅师。有一天，李忱看到黄檗禅师对佛像顶礼膜拜，于是走上前去问：“住持，你一直教导我们不着佛求、不着法求、不着僧求，为什么你却在这里虔诚地礼拜佛像呢？”黄檗禅师生气地说：“不着佛求、不着法求、不着僧求，应该要如是求，你懂什么啊？”李忱听了很不服气，嘲笑着说：“既然如此，那么禅师以前说的话都是装模作样了。”黄檗禅师听了大为恼火，狠狠地打了李忱一个耳光。李忱被禅师的突然施暴吓坏了，愣在一旁，过了几秒钟才不高兴地说：“亏你还是个信佛之人，怎么能这么粗暴呢？”黄檗禅师走上前去，又狠狠地打了他一个耳光，说：“这里是什么地方？你竟然敢对我说粗说细？”李忱不甘示弱地辩解道：“既然你能拜佛、拜法、拜僧，我为什么就不能说粗说细呢？”黄檗禅师笑着说：“你说得很对，我可以拜佛、拜法、拜僧，你也可以说粗说细，不着佛求、不着法求、不着僧求，这是无心禅。不管是有心的还是无心的，都是真心的，所以既不能与一般人为伍，参与不良行为，也不应刻意标新立异，不拘泥于形式，因为形式只是外在的东西，并不重要。只要一个人能拥有坚定的意志，保持真实的自己，形式的存在就是虚幻的。